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Amansa 的 MYM Zeri Coat。那么这支型号呢是 Amansa 的这个 Professional 大师系列。那么首先这个型号 MYM 它是由阿尔海姆拉集团的 Manjul and Macrae 两位大师来完成。那么后面的 Zeri Coat，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十二雄心瀑布木。我们把这支琴反过来，会觉得它非常的惊艳。那么，十二雄心瀑布木的这个木材的纹路的特性呢，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玫瑰木呢？它的线条更为粗壮和粗大一些，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平顺一些。那么这支琴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华贵的殷红的花环和嵌边，同时也有非常华贵的琴头的镂刻工艺， Classic 经典。作为古典吉他的专业品牌 Amansa， 它是阿尔罕布拉集团的品牌之一。那么阿尔罕布拉品牌集团呢，至今有50多年的历史。那么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 MYM Zeri Coat 的配置。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 C 的红雪松的单板，背侧板呢采用的 Zeri Coat 十二雄心瀑布木，琴颈呢采用的是西班牙的红雪松 C 的斜钮 Luxury Head Machine 豪华斜钮。那么我们的指板部分采用的是乌木，我们的琴码部分呢采用的是 Zeri Coat。 在上方呢同样有 Classic 经典式的花纹的这个镶嵌，它的上弦枕的宽度呢差不多在52毫米。那么这个是通用的西班牙式的古典吉他的这个宽度，有效弦长上弦枕到下弦枕呢为650毫米。那么古典吉他在吉他的领域里面是强调把吉他的原声做到极致的一种乐器。那么这一款非常精妙的 MYM Zeri Coat， 它的声音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来一起听一下吧。